In this video, we're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make a cake without an oven, without an air fryer, but with a rice cooker. Hi guys, my name is Char and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Today, I am joined by two very talented young girls. Hello, 你们好，我是女孩。你们可不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？Hello, I am Elaine. 你今年几岁啦 ？9 years old. 我现在住在燕郊。哦，住在燕郊。我们现在在北京 China. In this video, we're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make a cake without an oven, without an air fryer, but with a rice cooker. Oh, because these two young girls are from China, so this video is going to be in Chinese. Also, in this video, I am not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bake a cake using rice cooker, but Nina, 要带我们一起做蛋糕。So what do we need?我们需要五个鸡蛋和100克面粉，把100克面粉放到碗里。Okay, so you need to separate the egg yolks and the egg white. Okay. 然后把蛋黄放到面粉里。先蒸一五个鸡蛋。Okay. 然后冲100克牛奶。然后在这些里面加入牛奶。Mix them together. 小班。不能有面疙瘩。20克油，称油，因为油太多了就特别腻，特别难吃。我觉得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嗯。然后加油。加油。嗯。OK 的。好了。好了。嗯。然后我们找到蛋清，蛋清打发。因为打发了蛋清才好吃。先别打发，先冲20克糖。好的。So we're gonna do whipped cream 是吗？我们就这个。哦，糖不放。Then you need to mix it. 然然后现在加第二次，是这样的，scoop， 加了吗 ？Rice cooker， 我家里有一点小的，可以吗？我必须用的是大的，可以。这是你第一次做吗？不是，不是，这是我第三次做，之前跟妈妈在家里做过，成功了。第一次说的特别难吃，因为面粉加的太多了。然后第二次说的太甜了，因为糖加的。但是这个我们用的不是面粉，对，面粉小麦粉、高筋面粉、低筋面粉都特别好用一下。来吧。本身是能立住筷子，这个不是筷子，这个太沉了。啊，那就这个吧。那我们找一个这个点的。OK， 可以吃吗？真的，只要你愿意种植就可以吃。I'm so sorry. How? 好，融合，然后把这两个完美融合。然后搅拌对吗？对，我来。Yes, okay.
你呢？自己呢？ OK。先就放在这吧。要搅拌，一定要在这个碗里搅拌均匀，要不然它就会呈现一个就底中间的质感，就中间的跟上面的跟下面的口感不一样，中间的跟旁边的口感不一样。嗯。然后把这个里面刷上油。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是吧？就是我们又不能的纸巾 oil。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，可以买个油刷。啊，对。上油的话，刚刚有。然后放进去。嗯Rice cooker， 因为我的 rice cooker 是 from village， 然后你看有好多好多，是什么呀？是做米饭的吗？米饭的，米饭，米饭的。然后放的四分钟。这个没有定，怎么办？那我们就用手机计时。OK， 那这个是什么？我们做好了，四十分钟后就好了。你看，我们就看一下妮娜做的蛋糕是不是有成功，还是没成功？还行吧。哇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嗯，不是吗？成功。